rain. Saved by the pain, ain't but a thing. It's them. Nobody says I'm gonna need something else to burn. Daddy and I got nowhere to turn. I'm about to be jumping the zone.我们来伦敦了，相隔一年，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赞，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平常不会有机会来的地方，因为比较远，超远，我们搭了大概一个小时。哎，尿非常的急，我要先去尿尿。出站之后要走这个楼梯上去，大概是0.4公里，400公尺，6分钟，蛮近的。但是我的膀胱还没有得到救赎，现在走这个楼梯也是有点步履蹒跚。我们怎么不是要去花园吗？我突然好饿，而且我觉得我要一些咖啡才可以活得起来，刚有点要睡着。也睡蛮久了，从昨天12点睡到7点多，然后又补眠补了2个小时左右。但还是好累。我们进来了。然后我们买刚直接来这里买票，一张是10磅。看到这个温室嘞，这个建筑结构还蛮美的。嗯，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冬天，全部都是荒芜一片。然后现在还有很多花，对，花好可爱。旁边还有一个小湖。这个玻璃屋呢，5点就会关闭了，所以要进去的话要记得掌握一下时间。我快要被热死了，好闷啊！冬天进来都超爽，好热。这边有一个楼梯呢，可以往上走，从上往下看，还蛮赞的哎，很特别。玻璃屋走出来的这里超美的，有那种一望无尽的感觉，很有钱的人的家。很像到那个爱丽丝，然后那个皇后的。都很漂亮，很舒服哎。The Water Lily House， 好大，好大，吓一跳，很漂亮哎，这里。小小的一间。嗯，然后也是很热，有一些那个莲花。你看，我立刻做了一张可以做长辈图的。早安。嗯。好早安。什么意思？5点钟了，很多那个玻璃屋都打烊了，还好蛮幸运，该看的都有看到。但我觉得整体这个价格跟这个大小、这个美感、这个一切，很值得一来。虽然很远，但没有很远是因为我们本身就住得远。对，如果住市区应该30-40分钟嘛。对，大概1个小时内。一个小时内。对，所以我觉得还 OK 啊，就天气好的话来这边走走是蛮舒服。双十一要到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和大家分享来自日本 Urban Research 旗下品牌 Sense of Place。 Sense of Place 呢，是以合理价格提供多个场合的时髦穿搭。今天我准备了3套 look， 一起来看看吧。第一个 look 我称之为快速出门无需动脑的穿搭，就是人人衣柜里面都必须要有的条纹衬衫，搭配一条相近颜色的裤子，就可以创造出很舒服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今天想要有活泼一点点的样子啊，上衣也可以换成比较亮色系。我自己的穿搭小技巧呢，就是扣子我不会全扣，就是比如说最后面这一颗不扣，然后上面第一颗不扣，第二颗也可以不要扣，整体就会有那种更轻松、更随性、更不经意的感觉。有时候想要轻松穿，却又不想要看起来太随便的时候，针织衫就绝对会是我的首选单品。像现在已经迈入秋冬，天色有时候会比较暗，我就会选择这种亮色系的单品，为整体的穿搭打造一个亮点。那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哈，可是亮色系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搭配。不用担心，我今天选择了一条深咖啡色的长裤，那它就可以呼应我身上这种大地色，打造出我个人最喜欢的这种 tone on tone 的同色系穿搭。不得不给 Sense of Place 这一季的大地色单品
拍拍手鼓鼓掌。像我身上这件咖啡色夹克外套搭配里面这个浅米色的中高领毛衣，有没有穿起来气质非常的好。如果你今天的穿搭风格啊，喜欢走比较宽松一点的感觉的话，一定要试试看我身上这一条丹宁宽裤，上面有非常多的细节，然后我觉得它的颜色也很耐看，穿起来非常有 City Boy 的风格，我很喜欢。从现在开始到11月13号 Sense of Place 官网双十一狂购节五折起，3000折400，5000折800，我身上穿的所有单品通通都有哦，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SOPLO11 再折111元，真的超级划算。感谢本集财神 Sense of Place 赞助播出。对今天介绍商品有兴趣的话，记得参考下方资讯栏。直播，直播，终于到晚餐时间了。然后我们现在来吃越南料理，是朋友推荐的，希望会很好吃，因为我好饿。里面的环境还蛮舒服的，然后他把冷气还装了一个盖子，配合里面的装潢。Cheers！ 魔将军。怎么样？奶香耶，奶香，就是它的牛有奶香，就是。其实喝起来有一点台式牛肉汤的味道耶。像金春发。哦，就是那一系列金春发那种。很赞，在伦敦喝到这个。很爽，我喝看紫铺的，它的味道跟我不一样，它的那个是河内版本，哦，好香哦，好香，哇塞，好好喝哦，它是有炒过的，点它那个，它那个比较有意思。Decision, this ambition, everything comes out bland. Look for mystery. If you kiss me, I'll throw my fist in the air, and I'll fight for whatever right you need to make your life. 你今天为什么戴帽子啊？没洗头，其实我也没洗，但是金发的好处就是那个很好定型，所以随便弄一弄就很像有抓头。优势，你是昨天没有洗掉那些造型继续使用？对啊，很方便呢。然后加上天气又很干，今天感觉可以走一个很舒适休闲的舒适的风格。今天要去 Design Museum， 然后我们刚刚搭到 Holland Park 这一站，我们现在就在 Holland Park 里面，超级赞，超赞的，不用钱呢。什么意思？公园本来就不用钱啊。昨天的 Kew Garden 不用。哦。昨天的 Kew Garden 要啊，对，昨天 Kew Garden 要。这里就是 Design Museum， 然后是一个湖水蓝绿色的建筑外观。身为 designer 的我，怎么了？来看一下。而且是免费的吗？好像是哦，它 Google 上面写免费，但我不确定。还是你要秀出？你知道我是谁吗？日文怎么讲？那你到底？对的，忘了跟你讲好久。他说一般的是不用钱，然后也不用预订，但是如果有展览的话，要买票。这里面好漂亮哦，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建筑，然后很多木材，温暖的这种黄色灯光。这面墙展示了一些设计好物或者是有得奖的东西，然后都是日用品为主。这个展呢，主要就是在讨论关于设计师啊，然后制造的人跟使用者。Like a sail or a kite, I'm a
right, yeah. If I'm wrong, if I'm right, I'm a little to the side. Slow as you're by my side. No, I'll be alright, no, I'll be alright, yeah.好赞哦，大推荐。以免费展来说，非常的有诚意。很，我觉得有一些付费展都没有比这个厉害吧。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不会讲到很深，然后又可以讲到很广东西，所以看起来都会很好消化。然后因为都是在讲很 daily life 的 design， 所以很棒。就是那些东西都是看过或者是用过，或者是再怎么样也都听过，就觉得真的很酷。然后有很多典藏的东西。很好看，像是那个百灵、Sony、苹果那一大柜就可以看超久。日本、德国、美国的三大角头的电器的设计啦，设计领域的那个头这样子，觉得超赞，感动。今天晚餐要吃印度菜，然后星期四的晚上，听说他们现在很多人礼拜五都是 work from home， 所以他们礼拜四晚上会是他们的礼拜五晚上，非常的疯狂，人很多，超多，后面都是人，然后很热闹。我们要吃的印度菜呢，叫做枪粉 ，gun powder， 没错，在 SOHO 这里，它好像还有别的分店的样子。菜单在这边。东西选择没有到超级，你的唾液在分泌啦。嗯。好香。怎么说？来吃小鸡腿。那个酱看起来也好好吃。切开已经很多烟。很多烟。很多那个蒸汽。嗯。哦。跟想象中的印度菜一样吗？一样。所以没有特别之处。那因为闻到它味道的时候，一定是个很好吃的菜，真的很香。鸡腿，尝起来比闻起来是清爽很多。嗯，闻起来很浓郁，但吃起来不会有那种厚重的感觉。它的那个菜会哦，酱很好吃，酱很好吃。这一道好像是马铃薯。然后这个是它的软壳蟹，子铺说非常好吃。最后这个是本周的 special， 是豆豆，有它的 garden 的感觉吗？它的名字是 garden， garden English garden tea。嗯，真的是有菜的味道，它里面都是菜，都是蔬菜、蒸米、豆泥。那螃蟹。很爽，我们这次来就是觉得伦敦变很贵，否则超过1000块，好像快要到1000块，没有吧？可能六七百，每一晚要8-900。800块，大家如果要来，就是三。因为现在伦敦是太贵了，那一碗800是好吃，但是说 hello 给你买罐罐，快点，快点。我们现在要先去一个水咖。对，因为我怕购物一出门就购物，你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或什么的，就是为了你的身心灵健康着想，我们先去水咖坐坐，真贴心啊。今天要来的水咖是这间 Aimee Leon Door， 是一个纽约的潮牌，里面的装潢很美式哦，就是有点像那个 Stump Town 那样子，很漂亮。座位没有很多，就是。我还没。好啊。还是你要那个洋甘菊？我们点了两杯饮料，然后跟一个以为是葡萄卷的巧克力卷，它的包装都超级好看，就墨绿色，然后很简单的字体。然后桌子呢，就是很
复古的风格，就还有镶一点黄铜的边，然后搭配木头的椅子。我是不是不应该给你点热的、啊？我现在已经快蒸发了。因为我想说今天凉凉的，应该热的 OK 啊，殊不知大太阳。好一系吗？它虽然是服装店附设的咖啡，但看起来有模有样的。你是马虎。口感超好吃，很扎实，带一点 Q 劲的感觉。那个酱也是冰冰凉凉的，很好吃。刚用完下午茶，想要进去服饰店里面逛逛，结果看到有人不高兴的脸了吗？因为人很多，不高兴哦。不敢。来吃晚餐，这间 Popita 环境都是这种高脚的座位。第一道小前菜是这个炸的辣椒，应该是不会辣的那种。比看起来好吃很多。然后这个辣椒完全不会辣，不会辣。一趴吧，一趴的辣，涩涩的，但不会辣，很好吃哎，好酥脆哦，就可以当那种宵夜。哦，这个如果出成零食，超赞，会很抢手。这就有点像是西班牙版的天妇罗。对对对对。Cheers！ 再来品尝看看这个蘑菇丸子。里面长这样的，有一点馅料的，好台味哦。我们会知道这间店呢，是看了那个《伦敦男子日常》的书里面介绍。招牌菜伊比利猪，因为他非常喜欢吃伊比利猪。怎么说有这件事？你不是很喜欢吗？我比较喜欢吃猪肉吧。哦，对啦，是猪肉。Oh my god! Oh my god! 好香哦，好像牛肉，好香，好好吃、哦。好嫩，酱有点像 barbecue 酱，带有一点原始味。这肉质真的不得了。好好吃哦，这超好吃的。我觉得这间的价位相对算没有很贵，因为这个肉这么大一个伊比利猪是17块，也就是600-700左右，其实跟在台湾的排餐是差不多的价钱。这个分量很多哎，它算是很多肉。饭后的甜点，西班牙要吃什么？跟在台湾吃到完全不一样，这个口感好脆哦，超厉害的，真的完全不一样哎。它的巧克力酱是偏浓郁的，然后不会太甜，所以综合起来。是很舒服的味道，很好吃，给这间一个巨赞。如果有来，也很可爱。对，有来伦敦的人，拜托拜托，一定要来吃这间，真的很棒。给伦敦男子一个赞，赞。好啦，我们要回家了，拜拜。